逐天讲一句，台语有意思。逐天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今仔日大家敢有咧认真上班？咱做头家吼，上惊拄到一款员工，就是迄种足敖无非的啦。上班时间上网看影片，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无非，无非。魔灰汉字写作魔灰，罗马字写作魔灰。魔第一条爱变调，读第七条；灰读本调第一条。魔灰就是正事唔做，留去做别项代志的意思。伊甲偷溜、偷酸意思要歪要歪。啊，若上班的时阵走出去魔灰，咱就讲。偷走班，偷走班。较早咱台湾有一挂工厂、公司，有诶头路拢有代价大。迄时新劳住伫工厂诶较侪，啊，若是骨力食变大做，就会防讲伊食饭食瓦工做工课闪晒风。意思就是讲，食饭诶时用瓦工底。吃足多，做工课时多东闪西，走甲无看伊人。吃饭食瓦工，做工课闪西风。咱嘛会使讲吃好做勤课，也是吃吃甲流汗，做做甲畏寒，拢是类似的意思。复习，莫非。偷走班，吃好做勤课，吃吃到流汗，做做到畏寒，吃饭吃瓦工，做工课闪晒风。咱今仔日的大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